这个选择的渔场，选择的电力。谁关心白海豚？总统府在哪里？行政院在哪里？我们看不到农委会积极的保护啊，看不到。那渔业署更不用讲，那环保署也不用讲，因为你像污染在那边排放，他也不会来。彰化的潮间带很长，到5-6公里。对。那我们在划设白海豚重要栖息地的时候，是用3海里。简单讲，退潮之后，潮间带还在白海豚重要栖息地上面，它没有避开真正的白海豚真的在活动的地方。我们也是支持好的经济，但是是怎么样的经济？我们觉得这个太短暂了。它那个风力发电就是非常草率，就是那个航道也放在那个离岸风景区吧。生态的问题，航海的问题，他们好像没有考虑的很清楚。海上风机设那么多几千只，那后面真的会用得到吗？你要牺牲了这个海豚，或是牺牲这鱼类，真的这个电还是没有用的话，或是用了绿电，结果像吴律师提的，就是高耗能的，反正它又扩建，也不是我们要的啊。我们不反对绿能，我们觉得绿能是要发展，你就航道外先去，但航道内可不可以先不要？我们把环境的资料佐证完，清楚的调查完，如果你真的非得要设的时候，有哪些配套措施真的可以落实的时候，我们再来考虑是不是真的要做。